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给你做一个开箱，这就是最近很热门的手表，很多媒体都有谈到这个手表，也就是 Tissot PRX Powermatic 80。就是这一只手表，在右手边，这边有 warranty card， 你说的 warranty 是两年。这边还有一个 price tag。这边有三个 link， spare link， 在后面有附上历史的故事书，这就是 Tissot 的历史故事书。这一本是 Tissot 的 catalog， Tissot 手表的 catalog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只手表。这只手表最近为什么这么火了？就是这个款式，戴在手上有皇家橡树的感觉，其实这只手表在九月初已经是在Tissot 的官方boutique开始在发售了，但是 Tissot 的boutique坚持不给折扣，所以说呢，我就等了一段时间，一个月多的时间，我入手了这个手表的价格是还是有折扣的，不是以原价来买的。所以说你们如果有新手的表迷们，你们不妨可以去看一看 Tissot 官方 AD 的手表店，你们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手表。好的，在下一个频道我会给你们做一个详细的讲解。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就 subscribe， 就给一个 like 和按小铃铛。